定的波士顿龙虾面来了。看啊，638一份的波士顿龙虾面啊，638块钱一碗的面，你可曾听说过？我感觉那是胡椒扯的，他用水缸扯的呀，里面放的冬虫夏草吗？还是鲍鱼龙虾干？本店的镇店之宝，波士顿龙虾面。怎么卖的？638一份。有没有人说你家卖的是天价面？有。那别人吃不起怎么办？没有，来我们店里都有吃得起的，没有吃不起的。这个年代没有谁吃不起面，对吧？638一碗的面对我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。如果不看它的分量，不看它的质量，就谈价格，就是耍流氓。像这样的龙虾面的话，够几个人吃啊？正常3到4个人就够吃了。像这个鲍鱼面是怎么卖的？鲍鱼面这样的话是95一份，鲍鱼猪肚，然后鲍鱼虾仁，还有这个鲍鱼大骨筋，这样都是95一份。四个头的鲍鱼，单个一只的话是45，然后一份的话是95，比较划算一点。那我们家有没有便宜一点的面呢？有呀，10块钱到638的都有，10块钱的素面。像这样的面是多少钱一份啊？降了40一份，这看到食物吃到的都不会说贵，都会觉得真材实料。品种的话还真挺多的，你要是反正来我们。都被我吃了，哎呀，这也。
胳膊硬，来来来，别光光顾着吃，来喝一点，喝一点。这个最起码对这个脖子的方向里尊重。对，波龙最起码的尊重。嗯，这个肉多。多。这腿子你看都是肉。嗯。这638花的值。花值吧。